我妈说我想要多少都可以。哇哦，安仔 ，Oh my god， 也太梦幻了吧！我在这里，别挡路，真假？就他那样，我在网络上看不少调情影片。哇哦，是有人开窗吗？没啦，呆呆，是我。别再眨你的睫毛了，无认真的。Lucy， 也许你该收手一点，这跟飓风一样。我觉得有效哎，你怎么做的？这太瞎了，我要走了。他要去哪里？没事的，好吗？可是，嘘，他配不上你。别担心，你有我。我居然做那种事，有个丢脸的。其实蛮酷的，好像有超能力一样。你是劲风女，你牙齿像有东西。应该是午餐，比较好了吗？方向对了，可是没有。我有办法了，上网采购一下就好。哇，还真快。哦，好刺激哦！你居然送我甜甜圈，我会给他一次机会。来吧。哦，痒痒的，我有点喜欢。牙齿看起来如何？哇哦，好莱坞级的笑容哎！哦 ，Jeff 来了，尽量别把我吹走。哼，好狠心哦！不用理他了。我做错了什么啊 ？Millie， 等等，听我说，你已经很完美了。我才不是，你看我，我满脸痘痘，丑死了。我绝对交不到男朋友了，真不想看他这样哎，实在很讨厌哎。够了，挤痘痘时间到，我不能放任你挤。Leon， 抱歉，我有个点子。什么？这个会顾及你想挤的需求，你可以挤爆这些痘痘。哦，好像很有趣，我来挤这颗看看。哎呀，好恶哦。你好上瘾哦！哦，这颗很大，我停不下来哎。我还有东西要给你，让我把你眼睛拿下来，撕下一张痘痘贴，这个会遮住痘痘，让它们快点愈合，而且还是透明的，意思就是你可以化妆遮住。等着吧，这样应该够久了，痘痘消失了，就跟变魔术一样。我们不需要这些了，你看看。哇哦，这是我吗？皮肤焕发光泽哎 ，Liam， 谢谢。我得去化妆了。啊 ，Lizzie， 你没看到对吧？希望你没看到。我得化妆了，我想要美美的。当美妆顾问会肚子饿的，虽然我一口也吃不下了。你好了没？你觉得嘞？你做了什么好事？别尖叫了！好恐怖哦！有那么糟哦？我蛮喜欢的。我噩梦会做很久哎。等等，我应该可以用这个。你开玩笑吧？脏叉子，给你化妆用的。好。感觉很奇怪，我要把粉底放在叉子中间，这样会有条细线。再用比较浅色的粉底，看来没什么，还没。我得把它们推匀，从鼻梁侧边开始，看起来好自然哦。汤匙可以用来画眼影，轻轻举在眼睛上，刷上化妆品，稍微加点力道，创造出加深线条。哇哦，差别真大哎，我觉得很厉害，看起来如何？哇哦！你好美啊，这是我想要的反应，我超爱。 Liam， 你还好吗？啊，你盯着我看。对，这些我拿走，我应该有平淡带过吧。你有说什么吗？我得来张自拍。样子好呆，试试别的姿势来看看吧。我嘴唇一直这么薄吗？真希望它丰满一点，是说可以吧？归功于一点小编辑，应该可以了。来看看吧。哎呦，这样可拿不到很多赞，我得想别的办法。怎么办呢？哦，可
可以用吸尘器，没什么会出差错的，完美的计划哎！真希望我之前有想到，把管子放在嘴唇上，启动机器。哇哦，吸力还蛮强的，我被困住了，救命！谁来救救我？弄掉它！哈哈哈哈，这个我可以看一整天哎！练，快点行动啊！啊，我自由了，可怜的嘴唇，好酸痛哦。比任何喜剧都好看呢。好，也许我能帮忙。起来吧。你在想什么？别去搬吸尘器了，换这个试试。而且还能让我有摆动秀发的借口。我该去做洗发精广告的。耶、yeah, ，摆动秀发？我在想什么？发圈是你嘴唇问题的解答。别动啊！哦、oh, ，丽恩，怎么了？你弄好了吗？这很不同。你确定这样可行？我觉得够久了，不错看啊！现在需要唇彩。哇哦，完全是我梦想的那样，也是我梦想的一切。请忘掉我刚说的，再试一次自拍吧。我试过一次，嘴唇变蓝色，然后我就说：“老师，你错了。”他暴怒哎！哇哦，这故事的意涵呢？留校查看五天超无聊，你有听到吗？哇哦，舞会哎！Oh my god， 我好兴奋哦！我要穿什么啊？选择好多哦。你阿妈穿会很好看。真的吗？那这件呢？哈哈，跳过。我爱这件毛衣。什么都别说，快没衣服挑了啦。Lizzie， 等等，我永远找不到东西穿了，这是个灾难。等等，停，我觉得这件裤子可以。怎么行？你看着啊。我们是要找东西给我穿的，你等着看啊！我也不觉得这颜色适合你。哦，很好笑哎，正是我的意思。我快好了，我要把裤子拉到胸口，然后呢，把手穿过裤管，全新洋装。不会吧，你是时尚祖师？我只要刮个腿毛就能绚丽登场了。Liam， 抱歉，我太陶醉了。我可以试穿吗？说真的，把衣服脱掉，两条腿都穿过这里，手臂穿过裤管，就像这样。哇哦，太美妙了。哪里不太对？哦，有了，把手臂拿出来，把裤管绕过我的腰，这还差不多。哇哦，谁想得到呢？好可爱哦！哇哦，我服了你 ，Lizzie， 你超美的，是吧？我觉得你差不多可以去舞会了，不过你还需要鞋子，光脚造型行不通的。对，你说的对。想想吧，那是亮粉吗？这样肯定会超美的。啊，我喜欢你的点子，把胶带绕过我的腿，就会做出界限。再把亮粉撒满我的脚。不要错过任何位置，再把它刷到腿上，到胶带为止。好了之后再撕下胶带，这比无聊的普通袜子好多了，感觉好有型哦。没有你，我一定做不到。等等，还有最后一件事，你该把头发放下来。我听你的。好点吗？哇，你要穿什么？我对你不能穿圆领 T 啊！Oh my god！ 这样行吗？我不太确定，我随便套的。很好看。我们走吧。你去哪我都跟。今晚一定很美好。我也希望，我等不及看你跳舞了。什么？我堪称舞王吧？我马上回来 ，Lizzie。哇哦，你好，啦，好啊，这家伙，你新造型不错，出来聚聚啊，也许跳个舞看怎样？你们慢慢聊。你哪儿也别去，除非带着我。真的？意思是 ，Liam 是我的舞伴，我们要去跳舞跟聚聚。哇哦，我是说，对，我是 Lizzie 的舞伴，兄弟，抱歉了 ，Jane， 拜了。这也太丢脸了。
按赞并订阅以收看更多精彩的影片。我得从锁柜里拿个东西，我好想你，你的造型真美，毕竟你是我的娃娃，你是我的闺蜜，看看你金黄的秀发。不，我的娃娃，你干了什么好事？嗨，你好吗？给我拿来。你这样很坏耶，你自找的。我得把娃娃捡起来。哇哈，我们赢得冠军了。他们哪来的？他们刚刚……你还好吗？看起来怎么样了？别担心，我会修。哇哦，这里真的很臭。啊哈，找到了。等等，这是香蕉皮，终于回到我身边了。你样子好恶哦。哦，是你啊。你看你把娃娃怎么啦？我得把你清干净，这样行不通。你需要洗个澡，美容养护时间到了，你值得好好过日子，我知道你会喜欢的。好，把脏衣服脱掉吧，你不能穿这个。下水吧，加一点泡泡，这些薄荷糖正正好。哦，好像按摩浴缸，温度怎么样？你泡够久了，出来吧，来舒服的刷洗一番吧。我可以用牙刷跟碳牙膏。哇哦，真是脏兮兮，一定痒痒的吧，我好羡慕哦。这样会把尘垢都清干净，这还差不多。现在把你擦干，你可别感冒了。这样就干净了，不像某人。你知道我听得到吧？你别让可乐真的美美的，我的泡沫洁肤露很好，整个挤在你身上，像这样。洁肤刷可以上场了，之后肌肤会焕发光彩，我来试一下，很柔软呢，感觉怎么样啊？我俩实在很赞吧，苦差事就交给刷子，速度真是快。可以把你擦干了，好了，搞定，而且你好香哦。你需要帮忙吗？哦，好主意，该来敷面膜了，舒舒服服躺好。我要把牙膏挤在碗里，加上亮粉，搅一搅，把它混合。我要拌成膏状，用刷子涂上去，这样应该够了。我自己的不能忘了，当美容师很辛苦的。现在能放松了，看起来确实不错，但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这头发得下点功夫，换个新颜色好吗？我们得先把你盖起来，先用胶带缠住你。你听过海带卷，这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虽然可能比较黏一点。嗯，让我回想到上次万圣节的变装。把这个放你脸上，我们应该来找点乐子。嘿，这边啦。Molly， 你当真？你得再努力一点。哦，我以为这样可以，待会儿整治他，先帮你染发吧。别动，金发造型不适合你，这个比较搭，你一定会爱的，相信我，黑发好多了。可以拿掉胶带了，大家为此花大把钞票呢。真是天堂，肌肤感觉好滑顺。嘿，小心点吧，把它关掉好吗？别吹了啦。等等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做什么？把这个弄掉了。等等，我应该能用这个彩色纸。我需要两碗温水，我从粉红纸开始，把它放进碗里，纸会把水染色，好鲜艳的粉红色。面膜可以拿掉了，我要把你头发泡进水里，我希望你会憋气哦。这是很棒的染发剂，然后是蓝色。只要把发尾粘进去就好，看起来真棒，差别真大，你觉得呢？还可以，应该吧。你是哪一国的？这套服装好可爱，真的衬托出你的头发哎！你会是史上最美的娃娃。哦，你看那个，请坐，别害羞。Oh my god， 我好像卡通里的公主。随时欢迎哦！我有个妙点子了，
只要用到数学功课，其实是资料夹啦，考卷拿掉就好。反正我应该会拿优。发挥创意的时刻到了，蝴蝶给了我灵感，我要来捕捉它的美。我要在塑胶上画一堆翅膀，就像这样，然后加上细节。我要把翅膀分区，哇哦，看起来真棒！把它裁下来。我接下来需要一瓶指甲油，我要用有银色亮粉的，用它帮翅膀上色。我不想画每个区块。好了之后，我还需要镜面亮片，把它们撒在指甲油上。我用粉红跟银色。现在要把多的吹掉，留下很棒的效果。翅膀可以粘在娃娃衣服上了。哇哦，你看起来像魔幻精灵！真希望我也有这种礼服，好美哦！哈，我是做不出那种东西的吧？反正我也不想，太多粉红色了。可是你不能穿这些，看来时尚设计要进我的才华清单了。我要从黑布上剪个圆，接下来把鞋带粘在边缘，真简单，看看合不合身。天衣无缝，不过还需要腰带，请让我来。如何？你这样好，时髦。女生都需要黑色小礼服。嗯，我们得帮你做发型，请坐。辫子应该会适合你，不会有多难吧？我练习很多遍了。我需要用发圈固定，这个造型很好，就跟照镜子一样。哎呀，这些运动鞋命运也太坎坷，该拿它们怎么办才好？让我想想，一定有什么我能用的吧？嗯，我来看看哦。啊哈，这个就行了，我只要拿。等等，你在干嘛？你想都别想，我认真的，我没时间搞这个。谁把呕吐袋拿给我？喂，我需要指甲油，就在那边。对，拿一瓶，拜托，快点，谢了。你的调情技巧还得练练，光看都觉得丢脸。反正好，我自动拿，来改造运动鞋吧。指甲油会让它闪闪亮，每个位置都别错过，干了以后就可以穿。哇哦，你该去走伸展台，你穿真好看，我穿也是啦，就跟照镜子一样。你知道颜色不只有黑色吧？但我们得帮你弄双鞋子。我们该怎么办？等等，有了，我可以用这些棉花糖，有点别出心裁，但我有信心。用吹风机把它融化，好，真烫，这样应该能加速，味道真香。再加点食用色素，不需要很多，然后混在一起，这完全是我的菜。好粘稠哦。把它倒在桌子上，我要把它擀成薄片，就像这样，再用模板切出三个造型，质感很柔韧，我可以把它捏成靴子型。再加上细节，这样应该好了，看起来柔美又舒适。哇哦，我刮目相看呢，你超美的，让我引以为傲。来嘛，我们做得很好。好，可是不能讲出去。我们变闺蜜了吗？没，一点也没，但娃娃们是，我们该约时间玩，显然是为他们。啊，读本好书最棒了。见过。小心。别闹了，你们这些屁孩。我是说真的。去烦你妈了。老是毁掉我的时间。你有本事打坐了，接招。别担心，我会搞定。弱鸡小玩具伤不了我的。你赶快落跑啊。你跑不了的。我们得快躲。我来让他慢一点，我在电影里看过。我想是安全了。来吧，我们得躲起来。可以用这条毯子，他绝对找不到我们。你有看到他的脸吗？嘘，他会听到了。危机解除了吗？把门打开。应该没事了。走吧。耶，给他好看。看来我们被困住了，干脆布置的温馨点。
我觉得这位有用。贪婪，你觉得嘞？为空间增添一点气氛。我们还可以用抱枕，这样好舒服哦。哇哦，我要试试看。起来，我要进去。喂，想得美，放弃吧，Liam。别小气了，妈总说我们应该分享。等等，有了，可是我需要几样工具。这个得要很精准。你在干嘛？有意思。换苦差事上场。从这边锯下来。我还要用榔头。这个肯定赞的。不过我得确实固定好。应该可以了。看起来如何？哇哦，Liam，不过你哪来的木头啊？那个不重要，我要来试躺了。啊，真舒服。等等，这个不好看，气氛都毁了。我猜你刷油漆。好主意，我一直想当艺术家，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。该来创作我的杰作了。油漆要刷好，刷匀。这样子莫名的很放松，应该可以了，很好看。嗯，我想把派对帽挂墙上，一顶可是不够的，整面墙都要排。再加上几颗星星，耶，这样比较有我的风格。Emma 进行的如何？暗黑金属风不适合我，我要选可爱一点的。这是浴缸，贴鱼当然很对味。这几只鸭子可以陪伴我，沿着边缘排排好。好鲜艳哟，多可爱的一排鸭子，这样好看。我要把黑纱挂在床上，开始有家的味道了。哇，真的好酷，我都不知道你有设计眼光。我喜欢长街。Liam。 Oh my god， 超爆笑的啦，你好像老人呢。啊，怎么了？糟糕，我需要镜子，让我看看。哦，真是丢脸，别笑我了，我说真的，接招！嘿、hey ，你得再认真一点。炸弹来袭！嘿、hey ，别丢鸡！点至少，好了，停火。你有个幼稚的，等等，浴球可能派得上用场。这里看来是有点空。嗯，我知道要怎么办了。我要把浴球跟绳子接起来。然后挂在床底下，我还需要很多颗，这样应该够了。很好看又有趣，我好像一只猫哦。至少油漆壶擦掉了，这下我可以放松了。等一下，真的蛮好玩的样子哎。也许我也可以用，值得一试。不过粉红不是我的菜，我要把它喷黑。喷漆真的会比较快。每一点都不能错过，现在就等油漆干，我可以把它贴在床边了。我已经多漆了几颗浴球，中间要留空间，很好看。把运动鞋脱掉，我可不想一团乱。地板好凉哦，我得赶快上来，我需要取暖，不能站在地上，我不想站在地上。你在做什么啊？好冷哦。还好吧，好啦，我应该可以帮你。来，试试看，接着。啊，这能干嘛？你懂不懂我啊？这个根本不合我的色调，这一定要改一下。站一边去，我要从洗衣篮拿东西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臭臭的旧袜子，一定是 Emma 的。喂，不是我的啦。我们先弄这个，也许可以用这些。不行 ，Liam， 住手！等一下，这还差不多。我需要一把剪刀，从把上衣中心剪开开始，然后在两边分别多剪几道，看起来像这样。现在拿一条布料，把它穿过垫子的洞，每一排都要做，做起来蛮疗愈的。好，最后一条了，现在得要绑好固定，继续拿上衣的布条来绑，顺着整块地垫绑过去，固定每个部分，直到成果像这样子，蛮不错的吧。
变成完美地垫了，这样脚就舒适又温暖了。哦耶，感觉很赞，很完美，成果很不错。哦，可以来点棉花糖，我有资格吃点心，吃这个开心的嘞。嗯，就跟吃云朵一样。哇哦，那坨鼻屎卡很深呢。嘿，莉安，我有东西送你，你一定会爱的。哟，哪里，我远一点。我以为你喜欢分享，那我就多吃点啊。不要，开玩笑的，我得去洗手。没有水，每次都这样，我只好用纸巾擦了，把它擦掉，好多了。哦，我肯定是全都用完了，没必要留着空管子。但我对架子有远大的计划，我要把它放在桌上，再把油漆涂在海绵上，用海绵漆架子，这样涂层就会均匀。现在等它干，接下来拿个空的汽水瓶，用刀子切一个小正方形，我得小心，这刀子很利。好了，把这片塑胶拿掉，然后可以把线灯放进瓶子里，多装一点进去，真好看。把灯打开吧。接下来我需要热熔枪，横过瓶子涂几坨。我还有这些宝石串珠，把它粘在胶上面，这样能增添耀眼度。再把粉红色棉花粘上去，要完全包覆瓶子。好了，把瓶子放在架子上，就跟雨云一样，不过是让我开心的，我超喜欢。这里是它的归属，我一直想要这样的灯，看起来好奇幻呢，怎么也看不腻，我太开心了。嗯，我爱糖果。哈，那个是哪来的？垃圾。嘿，麻烦一下哦，我们俩都要住在这里耶，把垃圾捡起来。逼我，给我下来。好啦好啦，你比老妈还糟哎。你需要这个，快点开始捡。嗯，没那么糟吧，你就只会抱怨。我们得保持房间整洁，来啦，来打扫。哈，这是什么污渍，刷不掉。哇，粘住了，怎么回事，那样行不通啦。试试这个，你看，看不到污渍了吧？哇哦，你脑子动真快！我来擦镜子。等等，我有另一个点子，是说呢？我觉得可以哦。镜子也需要改造，把填缝发泡剂喷在镜子边缘，真有趣！我要把整圈喷满，好像超大甜甜圈。现在要等它干。然后涂上粉红跟黑色，一半我喜欢，一半算 Liam 的，很完美。把它挂在墙上，你来看。哇哦，我喜欢，不过这边最棒，做得好。哦，我的肚子，我马上回来。你要去哪？可以有点隐私吗？哇哦，办正事，我已经憋很久了。这里什么都冰凉哦，跟坐在冰块上一样。这样我没办法办正事，就得处理一下。Emma 在干嘛？这些 party 真好玩，我就是爱挤泡泡。嗨，有什么问题？可以给我吗？不行，就我的。就知道你会这样讲，我会跟你交易。这个有点小哎。那这个还是不要。这个就可爱了，我觉得跳过。好，好了，这是最后出价了。我们成交了，把 Poppy 交出来吧，剩下的拿来。拿去，与您交易很开心。Poppy 给我拿来吧。这个给你，慢慢玩啊。我没空闲逛了，我要用刀取下 Poppy 上的泡泡。我得慢慢来，要精准下刀，然后把这个拿下来。接下来需要马克笔，我觉得这些太缤纷了，用笔把它们涂黑，可以把它们粘在马桶座上了。我要沿着边缘排，然后粘好。这马桶座太酷炫了，试驾时间到喽！啊，这样就不会冷了啊，感觉真好。啊，什么味道？脸，我要吐了啦！
感觉焕然一新，现在可以放松了。今天真忙碌，不过我们表现超赞的，光是看看这个地方，哦，好尖啊，这居然是同一个房间，完全符合我的想法。我觉得你需要一点色彩，粉红色一定错不了的，连小鸭都赞成，而且这盏灯很完美，真高兴我们决定躲这里，玩得真开心，真的哎，我们应该更常窝在这里，你觉得呢？我同意。哇哦！我等下去上课了，不知道今天会教什么。哇哦！希望没人看到。我的天哪！要是有相机就好了。没摔得很痛吧？不要理那些讨厌的人 ，Annie。可是好难哦，他们为什么那么坏啊？对了对了，随便啦。那女人真的超烦的。我已经尽力了，她就那种态度。Annie， 你怎么啦？我刚刚又被别人笑了。我盯着你们啊！你怎么啦？又当掉一个考试啦，这个礼拜的第四个了。嘿，我有个主意，我们可以交换造型啊，例如帮彼此来个大改造，如何？或许会很好玩，就这么决定吧。欢迎来到我家，还真多粉红色哎！我好像有点怀疑我的决定了。你就欣然接受吧。我不是很确定。等等，你的皮肤怎么啦？你在说什么啊？让你自己看吧。哈？哦不，超多痘痘的，糟了啦！我得赶快想想办法。这个除痘霜应该可以的，它每次都有效。真的假的呀你？住手啦，快擦掉吧。为什么？是我每天保养皮肤的流程啊。好啦，擦掉就擦掉，我有东西可以给你用。放在包包里的某个地方。你有橡皮小鸭啊？那好啊，那个有点恐怖。你为什么随身带着那个啊？啊哈，找到了，这会解决所有问题的。把它涂在你的痘痘上吧，这样痘痘就会消失了。这里是越来越热了吗？啊，好烫好辣，快停下来，停下来啊！那到底是什么啊？哈，怎么回事啊？等等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是我沾洋芋片的辣椒酱，至少你有几分钟发光发热，对吧？这罐才是我们需要的。我才不要嘞！好啦，我先擦给你看吧。这是舒爽的黄金面膜啦，试试看啦。啊，真是高级，感觉真棒。然后嘞，我们数到一、二、三，就可以拿下来了。时间到了。等不及看我的皮肤如何了。哇哦，你看你看，我穿的环和刺青也都拔下来了。哇哦，我所有的痘痘都不见了哎。就告诉你是好东西吧，几个掌吧闺蜜。这些衣服得处理一下，你得放弃粉红色才行。你应该试试看单色系列。我回避一下。嘿，可以打开眼睛了啦，这会让你的造型焕然一新的。不过要做些微调，要先在裤袜上剪个几刀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穿过你的头。你应该先洗一下的，把两只腿的部分绕在脖子上，然后在背后绑在一起。好了，啊，感觉真不一样。我觉得还不行，跟我来吧。我们得搜一下你的衣服，该选哪件好呢？独角兽，还是不了。等等，这件是仙女装吗？对啊，很好玩吧？肯定要丢掉。这比我想象的还难呢。我知道了，你做这种动作前不能警告一下吗？没事啦，只不过脱掉我的 T 恤而已。我们要来把它改造一下，把这些模板放在上面，小心排列好。然后我们需要一罐漂白水，将它喷在上衣上。要确保有喷到所有的模板，要完全喷湿才可以哦。然后在我们把模板拿掉之前，要沿着边边画一圈，用白色的颜料描出边框，好好玩哦！我真该做个设计师的，还要在上衣上随意喷点颜料。现在可以把模板撕掉了，这样做出来的效果超棒的。这我肯定会穿，你觉得如何？快试试看吧！哇，超赞的！
哇哦，虽然和平时很不一样，但我喜欢。你真是有才华，艾玛。这可是我的专长嘛。好了，换你了。首先，我们需要这个，有了它，一切轻松写意。接着，用来干嘛的？哇哦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其实我蛮喜欢的，好可爱哦！你看起来超甜美的。然后接下来呢？你不能嚼口香糖了。等等，我的头发忘了弄了。我们得想想办法才行。嗯，说的没错，但可以怎么弄呢？可以用这些笔啊，这样会色彩缤纷的。好主意，抓出一小撮头发，把颜色涂在头发上面，墨水就好像染发剂一样，可以用很多不同的颜色，连美容院都省了。眼镜一定要拿掉，让我来看看。哇哦，真的很漂亮哎。对啊，我们来张自拍吧。等等，慢着点，我们不应该化个妆吗？真不敢相信我忘了化妆。我们应该交换一下，来动手吧。这绝对和平常的我超不一样的。嘿，那是什么？哦，是蝴蝶刺青贴纸。嗯哼，让我帮你吧。别动哦，贴在眼睛旁边刚刚好。哦，超可爱的。现在要来化妆咯。化好了吗？你对化妆还真有两把刷子的呀你。当然我也要化一下，感觉超叛逆的。我应该常常这样化才对。我喜欢这种烟熏妆，你看起来超赞的。我就知道会这样，我们一定要赶快去商场，因为我知道 Jake 和 Kevin 今天会去， Chris 也许也会去呢。Emma， 别再讲了。可是，我得帮你画嘴唇，我会画在胶带上面，别动哦，一定要完美才行。现在可以把胶带撕下来了。至少不需要除毛了。把胶带翻过来，按在嘴唇上。等等哦，还需要再等一下，应该可以了。哇，这颜色很适合你哎！你的计划少了一样东西哦，我得从包包拿个东西。我们需要一些回纹针，这可是可以画龙点睛哦。像这样把它打开，然后把它弄直，接着要绕在化妆刷上面，做成一个线圈。真有趣！记得绕紧绕好，太好了。嗯哼，接着要摇一摇，它们就变成一段一段的，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成品。看起来就像穿环一样，而且不用针也不会痛。我一直想要打唇环呢，我妈一定会超生气的。现在换安全别针喽，小心穿过你的头发，然后把它别好。现在往另外一个方向再别一个，这次要往下，应该可以喽。等等，我们的包包也要换啊！好主意，我如果带那个包包，肯定像个书呆子。我喜欢我们的新造型，我们超夯的。你看起来超棒的，我们走吧。不，停，忍着点，别弄到地毯啊！好了，干净的尿布。嘿，小家伙。嘿，你开我玩笑吗？够了，看你还开不开心。现在谁赢了？回家功课快做完了。哦，糟糕，我需要橡皮擦。拿去吧，小乖。你在这有多久了？我一直守着你啊，亲爱的。睡得真爽。哦，饼干跟牛奶，但我需要杯子。妈妈把它们放在哪？拿去吧。等等。哦，嘿，杰伦。这样有点怪，我现在不想要牛奶配饼干了。Naomi， 你好漂亮哦！啊，你也太浪漫了！哦，就是现在，我的初吻。那是你妈妈？妈，不过玫瑰给我。我的小男孩长大了，我要捕捉这一刻。我想这个是送你的，谢谢。啊，我没看过这种的，哈哈，经典。哦，嗨啊，瞧瞧这位，他有够可爱的，拜托，下来。
我们可能需要新梳子。帮个忙，妈，这家伙超爆笑的。嘿，妈，哇哦，突然来一阵风哎，真假？没反应，那就得放大绝了。还没反应，好，我拿到你的糖，嘿嘿。等等，什么？哦，居然有效哎！妈，我需要帮忙。好，过来。你最好别玩什么把戏哦。拿来啦！你这个淘气鬼，头发里这是什么？我就是要跟你讲这个。我的牙齿居然掉了，希望牙仙会来。这样好刺激哦！哎呦，我最好把灯关掉，该来睡觉喽。我听到这里有牙齿要给我，我得弄只新魔杖。啊哈，牙在这儿，我来好好保存。我把钱放哪儿了？啊，把钱放在枕头下面。不要，妈妈，我不想去上学，拜托别醒来。啊，真是好险。那是牙仙吗？他认真，啊，我来搞定。嗨，牙仙，这边好像有点问题。这是牙仙的一点心意，放那边就好。拿去，开心了吧？啊，这还差不多。我来帮你卸货。这是一颗牙的份。哇哦，好了，感谢你的协助。啊嗯，你赚到的。再见，拜。小宝值得最好的，超级值得。然后吸血鬼溜进房间，很酷的妈妈彻底把他飞踢出去。就那个最好不要是鼻屎。哈，是牙齿吗？哇，这太狂了。等一下啊，这个可以赚钱，做得好，莉安，妈玩。哇吼！我听到有牙齿要给我。哦，它好可爱，牙齿在哪？到手了，这交易应该公平。哼，我们得谈谈。什么？你是谁？好货交出来。好。不错。剩下的呢？来吧，否则就随风了。继续啊！醉了，我可以当公主，滚啦！哦，谢谢，别再回来了。牙仙对你不错啊，这样应该够了。哦，真安详。哇哦，真有趣。就这样，吃你的苹果。好孩子，不能让 Jerry 看到我，差不多该走了。他没有看到我，糟糕，他的包包忘了。别担心，妈妈会搞定。哦，这我以前还不知道哎。我的包包在哪？肯定不在我背上。糟糕，我把它放这，我最好回去拿。嘿，我的包包怎么会在这啊？完全搞不懂哎，好吧，至少我拿到了，真的好奇怪哦。我叫着你，宝贝。任务完成。多么美妙的夜晚！天哪，有风暴呢！我不喜欢这天气，越来越糟了。搞什么？龙卷风！完蛋了！啊！真是丢脸！啊，这是什么啊？哇，是一个娃娃哎！你从哪里来的？看来你今天过得很糟。我有些东西要给你啊，找到了，看起来不错对吧？千万别忘了皇冠。哇，你看起来像个公主一样，你真美，你值得拥有的。呀哈！啊，晚安娃娃，做个美梦哦。我要睡觉了。啊，已经早上了吗？搞什么？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我这是在做梦吗？
我是你的仙女娃娃，我是来让你的梦想成真的哦，你想要什么都可以。哇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我想要一只独角兽，还有一艘潜水艇。什么？我的仙女娃娃，她去哪里了？哦，不是真的啦，真令人失望。要是是真的就好了，你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娃娃。哦，我现在真的很难过。Mandy， 你还好吗？不怎么样，我还以为我的娃娃是个仙女。是吗？本来超神奇的。快告诉我吧。它本来在发光，还会在房间里飞来飞去，简直是有史以来最棒的事。然后出现了一道明亮的光，然后啊，就结束了。我真的很不开心啊。也许我可以帮忙，让我看看你的娃娃。我有一个主意了，我需要一片玻璃和一支黑色的笔，在玻璃上画一对翅膀，从外框开始画，然后把它们填满。Mindy 想要看魔法，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我需要透明的指甲油，我会用这个来做翅膀，把它涂在玻璃上，然后拿出亮粉，就会让一切闪闪发亮。接着要等指甲油干，把多余的吹走，小心的把指甲油从玻璃上拿起来。还有一件事没做，你看 Mindy 是一个仙女呢，她正朝你飞来哦。哇哦，她好漂亮，你看看她，她在空中飞翔呢。吃哦，整个其他都没问题。快拿叉子，我猜娃娃也想吃呢。给他们一点好了，分享是一种美德嘛。嗯哼，你还在等什么啊？进去吧。你在做什么啊？你疯了吗？嘿嘿嘿，等等，看看你，你全身都是巧克力，派对被毁了。哇哦，放轻松。我知道该怎么办，把气球的末端剪掉一段，然后在这里剪一刀。现在把气球穿在娃娃身上，但我还没有做完哦。要把这块布料折一折，用手固定它，然后把它放在娃娃身上。现在我需要一条橡皮筋套在它的腰上，然后把橡皮筋绑在它的身上，希望它不会断掉。哼，还好。现在把布扭一下，然后把它拉回来，这样布料才会稳固。这个放在娃娃的背后，然后我会用另一条橡皮筋把它拉到正确的位置上。哇哦，真是个大改造哎，它看起来超棒的。你觉得怎么样，Jasmine？希望你会喜欢。哇，这是真的吗？谢谢 Mindy。不用谢，我们来分这个甜甜圈吧。至少这个不会弄脏。今晚是电影之夜哦，来看看有什么可以看。我有个好康给大家，看起来挺不错的。哇，好华丽 啊！我超想要的，拜托妈妈嘛。让我打个电话。你好，我要买一双鞋子。是的，马上要。电视声音太大声了。人家正在看呢，很不公平呀。谢谢你，再见。有人在吗？哇，还真快哎，我马上回来。遥控器在哪里？可以看电视了，这样好多了。Mindy， 我有东西要给你，拿去吧。哇，是给我的吗？谢谢妈妈，我不急着要打开呢，真是太令人兴奋了。哇，这是在开玩笑吧？是那双鞋子哎，试穿看看吧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呢，而且非常舒服呢，真是太棒了，我超开心的。你看起来真棒，真的不是吗？哦，但是我的娃娃呢？他肯定觉得被忽视了，因为他没有任何鞋子。我觉得有点过意不去，我们得想想办法才行。他可以穿我的鞋子啊，我至少能为他做这件事。哦，鞋子不合身呢。你人真好。等一下，那是亮粉吗？我有一个主意了，这可能会奏效哦。先把气球套在娃娃的脚上，然后涂上胶水，要把气球全部包住，涂厚一点哦。现在要切下几块塑胶，并用锉刀来塑形，把它们粘在胶水上。接着用指甲油来上色，记得动作一定要快，撒上亮粉，然后加上一条胶带，娃娃有新鞋了。我好嫉妒哦，我也想要一双那样的鞋子。Mindy 肯定会非常惊讶的，迫不及待要给她看了，她一定会喜欢的。Mindy， 你看这个，
啊，哇，瞧这个鞋子，哇，闪闪发亮呢。我的娃娃就是想要这个，娃娃看起来很开心哎，这让我很高兴呢。我也很高兴呢。哦，有个娃娃呢，哈，它好破旧哦。看看它的妆容，简直像一个小丑一样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可以擦掉它。别动。好，没用呢，我需要试试其他方法。植物的水，那应该可以。该洗澡了。女孩，你超需要的。你说什么？接招吧。现在可以把妆给擦掉了。等一下哦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Jasmine， 你还好吗？我最讨厌看到她哭了。妈妈在这里，怎么了？还不够明显吗？还有，你看起来不太好，这妆容还真不是普通的糟糕。大家都有类似的经验。等一下哦，也许这把刷子可以打破这个困境。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知道了，值得一试啦。我需要做一些调整，把它放在砖头上。超级刷子上场了，哇哦，转超快的！我是一台清洁机器，现在我要在上面挤上牙膏，这肯定能让它的皮肤更光亮。开始吧，我猜那一定很痒。哇哦，头好晕啊！我在这里的工作完成了。哇哦，你成功了，妈咪，它好美哦，谢谢妈妈。不客气，清洁最疗愈了。这什么地方啊？好多酷玩意哦！哇哦，不是所有东西都很可爱。哎呀，太恶心了。啊，我们可以换吗？啊，好啦，你坚持的话，我已经感觉好多了。午餐时间到，我一天中最喜欢的时间。可以了。嗯，真的很不错。啊，真是一团糟哎！你说谁乱七八糟？你，抱歉，拍谁？好恶！我已经吃饱了，我们必须修头发。对不起，你美丽的秀发，这对我比你还伤。别恨我，太悲伤了。你长得很不一样了。好了，最后一绺，永远消失了。困难的部分结束了。现在你秃了。嘿，我的手链断了。这是因祸得福吧？我来跟你讲原因。从金色油漆开始。然后再用胶水，这些珠宝会成为你的新头发，这是不是令人惊叹啊？哇，好可爱！谈到升级哈，谁还需要头发对吧？可爱！哇，太闪亮了！啊，我在做什么？真恶！等一下。也许我可以用这些东西，头发又没了，开始剃吧。当然，但是还没完呢。现在我们有平坦表面了，何不用蓝色和粉红色，对吧？看起来很酷。只需要钻几个洞，然后气球再来嘎一角。只要一一穿过去即可，完美！这头发就有趣了，你觉得呢？耶！哇哦，有趣！啊哈，我也喜欢你的，好别致哦，谢谢。我们应该自己开沙龙。哇哦，这头很不错，你看，把那根手指拿开，我的保持超干净，我也是，真的吗？看起来没多美，想玩美甲沙龙吗？只需要一点关注，
搓看。我还没完。糟糕，指甲油！我真笨手笨脚。哎呦，这件衣服全毁了。你看看。等等，我有个主意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贴胶带，然后上指甲油。不错，但需要一些亮点，这样就行了。好迷人哦！哇哦！对，谢谢，很棒吧？我也想要新衣服。我可以来点绿茶。我只需要瓶子。这个设计真漂亮，只要让它合身就行。完美，全都完成了。噠噠，超可爱吧？很像为它量身定做的。确实也是。哦，我的茶。对。哇哦，而且还剩下一点点。我做到了。做什么？我能更上一层楼。灿烂，来吧。哎呦，整到你了。哇哦，这里很酷哎，好多口香糖，而且是免费的。好哎。哟，好恶心哦，这东西超好塑形，很适合做新鞋子。别动好吗？我挥刀时别动哦。然后是细节，重点是慢慢来，最后效果很好，看到没？让这好东西变硬，现在可以加入鞋带了。鞋子不能没有鞋底，看到没？新装备，这谁呀？什么？哇，那双很赞，你也能来双新的。气球，我来试试。先套在脚上，再涂上透明面漆，快完成了。这个得硬化。与此同时，把指甲油倒进水里，相信我就对了。准备好施展魔法，重点是慢慢沉降，看到没？现在只要加鞋跟和亮粉，太棒了！你好啊，靴子，是不是很可爱？酷哎，谢谢。想吃虾拼吗？当然了。那到底是什么啊？哇哦，那是藏宝图吗？哇哦，就像以前海盗用的一样。开始吧。X 标记位置，就是我们要去的方向。看看哦，我快准备好了。我也是。但我们的芭比娃娃呢？哦，不能丢下他们。等等，我来帮我的做一辆新自行车。第一部分完成。这个旧塑胶容器可以用，把它固定在自行车前面就行。孩子，坐这里。有型上路，宝贝！哇哦，小心上坡！好哎！哦，我的芭比能骑什么？也许我可以用这些。Amazing！ 不过太素了，我得描出设计稿。这蛮酷的，然后撒上一堆亮粉。哇哦！然后剪下来，
这翅膀能带你去任何地方。亲爱的，随风翱翔嘛。没那么远啦，这样做就对了。娃娃，你的头发好蓬松哦。真不敢相信他还在玩洋娃娃。嗨，你喜欢娃娃吗？你不觉得他的头发又美又有光泽吗？抱歉，我得走了。看来他不明白。不过娃娃有点脏，或许他需要剪头发了。别动啊，娃娃，我保证这不会痛的。只要剪几刀就好，顺便解决一下这破衣服。娃娃，你看起来好多了。好，你坐在我旁边就好了。真不敢相信娃娃的改造那么成功。什么鬼啊？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的？娃娃，真不敢相信你活过来了。你是怎么变成真人的？别再戳我了 ，Wendy， 那很没礼貌哎。我就是不敢相信你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嘛。这应该是发生在我身上最疯狂又最神奇的事情了。娃娃，你可以和我拍张照吗？耶！你看看我们的合照。等等，我在照片里看起来是这样的吗？娃娃。对啊 ，Wendy， 看起来的确不太好。不过不要理那些照片了啦。来，你看看这面镜子。我不懂哎，我应该在里面看到什么啊？你在这边等一下哦。不知道他上哪去了。没关系，他会回来的。既然手上有镜子，不如来几个痘痘好了。只要轻轻的挤一下就好。超恶的，这边这一颗也要挤一下。破了。还有下面的脸颊也有一颗。Wendy， 我回来了，我拿了一个袋子来哦。等等，你对你的脸做了什么啊？我不过就挤了几颗痘痘罢了，你忍不住嘛。好吧。对了，我有比手指好用的东西哦。这是什么啊？看起来像是个小工具呢。好哦，应该是按这个按钮，然后把它放在脸上吧。我的天哪，居然把我的粉刺完全拔出来了。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吗？太厉害了，这个工具肯定有魔法。不是有魔法，只是运用科学原理罢了。好极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来看看是不是可以清除我脸上所有的痘痘。你做得很好啊 ，Wendy， 继续加油。真是太谢谢你了，娃娃。我还有东西要给你哦。你想要试试看吗？好啊，当然啦。现在你给我什么我都肯试。来把这绿茶面膜涂在我泛着油光的脸上吧。我的下巴和鼻子肯定是重灾区。谢谢你，娃娃。来，把这个滚珠面膜还给你吧。别客气啦，看来面膜敷的时间差不多了。好极了，让我用这块布把面膜擦掉吧。哇哦，这面膜对我的黑头超管用的。真假？我的皮肤看起来真的好太多了。真的呢，现在到下一步骤了。那是什么？一卷胶带吗？哦，是贴在眉毛上的。这是用来干嘛的啊？该不会把我的眉毛拔下来吧？好啊，等一下下哦，我要来把胶带从脸上撕下来了。哇，看看我的眉毛变成什么样了，真不敢相信小小一段胶带就有这么大的功效，真的太感谢了，娃娃，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们来拍几张新的合照留念吧。看来我得去上学了，真是讨厌，书包拿了。嘿，娃娃，你还好吧？什么啊？怎么了？你穿成这样去学校啊？对啊，有什么不对的吗？没事，不过我帮你想到了一个点子。来，在这沙发上坐一下，让我看看你的衣柜里有什么样子的衣服。我的天哪，看看这个颜色多鲜艳又开心啊！什么？这件上衣？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觉得这件上衣非常适合上学穿。那好吧。让我先把上衣穿上吧，把手伸出来，穿好了。耶，在你身上真的很好看呢，别动哦。好了，谢天谢地我随身带了巧克力糖。看看这美丽的天鹅绒发箍，你戴起来大小刚好，看起来真不错。我有另外一个好点子了。那好吧，看看我还有什么可以吃的。好极了，这条牛仔裤刚刚好。牛仔裤，认真吗？好吧，好哦。我换衣服的时候，你帮我拿着能多一把。我的老天鹅，超紧的，我根本拉不上来了。这扣子根本不可能扣得起来了。Wendy， 那只代表了一件事，
不准再吃甜食了。什么？可是人家最爱吃甜的了。哦，好啦，好极了。现在让我试试看能不能把扣子扣起来。哦，哎呦，啊呜，好哦，哇，居然扣起来了！真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，肯定是用了娃娃魔法吧？你看起来真可爱，你的书包在这。好好去上学吧。哇哦，让他出门还真是花了不少功夫哎。看看这一堆垃圾，他真的吃太多零食了。看来我得清理一下，把他们丢进垃圾桶了。等等，什么声音啊？外面那是 Wendy 吗？耶！哦，嗨，娃娃，别理我了。他拿着糖果呢。他肯定在这附近的哪里。找到了。哦，娃娃。哦，Wendy。人家真的很饿，需要吃点零食。哦、，Hello Wendy， 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那是什么声音？好像从冰箱里出来的。赶紧来看看，确保一切都没事。哦，嗨，娃娃。快从冰箱里出来了 ，Wendy， 很冷了。过来这边，把能多一给我。别吃巧克力了，吃香蕉啦，比较健康嘛。什么？香蕉？不贵吧？这算哪门子零食啊？那叫健康的零食。我去洗碗了。嗯，真是讨厌。嘿，等一下，我好像有个超赞的主意了。娃娃有在看吗？没有，他还在水槽边。好啊，我有个香蕉小机器，来看看他有没有用吧。蹦蹦，现在要把这根棒子穿过去，然后扭紧，接着把它拉出来，香蕉的核心就会一起出来了。咦，这是香蕉最恶心的部分了。现在把刚刚那根香蕉插在这边，然后用美味的能多益将它填满，应该够了。现在让我把这个把手往下压，耶！现在整根香蕉里面都是能多益了，现在肯定美味多了。Wendy， 哦，嗨，娃娃，没错，我正在把香蕉当做零食吃呢。啊，真是好险，我想他应该没有发现。哦，看看中间的巧克力，仙子天堂哎！我的老天爷，这太好吃了，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香蕉了。好，终于放学回家了，谢天谢地。嘿，我看起来还不错嘛，不过得来补个妆才行。糟糕，嘿，当然得把眼镜脱掉才行。来重新涂上粉底吧。好，应该够了。现在是睫毛膏，要把睫毛涂满涂好。糟了，弄到眼皮了。没事的。好了，看起来还不错哦。我画的真不赖，这个粉色的唇膏根本就是我最爱的色调，肯定看起来超赞的，我很喜欢呢。哦 ，Wendy， 你回来了，你在那边做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在化妆啊？让我看看你的妆吧。呀，我刚刚超需要补妆的，娃娃。娃娃。我的天哪，你没事吧？来，让我帮你站起来吧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会这样晕过去啊？你为什么化妆啊？哦，我没告诉你吗？你看这个，是一张时装秀的海报呢。时装秀？我明白了。如果你想参加，就让我来帮你吧。跟我来。坐在这沙发上。什么啊？我得重新弄一下你的妆。可是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了。好了好了，就照你所说的把妆通通擦掉吧。没错，别忘了口红也要擦哦。做得好 Wendy， 现在让我把化妆箱拿出来。哇哦，真的假的？从哪里找来这么大的箱子啊？这是我收纳化妆品和工具的地方。你看，把液体粉底挤在洗颜器上，你看它转得多快，超快的说。好了，应该够了。现在让它把粉底涂在你的脸上吧。哇哦，感觉又软又舒服，完全意想不到呢。好了，你的皮肤现在完美无瑕了，超赞的。你的盒子里还有什么涂睫毛的吗？哇哦，你有磁吸式假睫毛哎。正确无误，根本不需要涂睫毛膏。别动，让我帮你把假睫毛贴上。我看起来如何？我猜肯定不错。哦，还有嘴唇。好啊，时间应该够了。我看起来如何？看起来超棒的，这个颜色在你身上真是令人惊艳。不过你还得换这套衣服。好啊，来换吧。娃娃，你的时尚感还真不错，这一身装扮超赞的。哦，你看，我们穿的差不多呢。好啊，我们走吧。哦，现在到了现场，我超紧张的。你知道吗？我还是不进去了，我实在太紧张了。没事的，深呼吸，你做得很好啊。糟糕，不好意思，真是抱歉。
我是来参加服装秀的。哇哦，他看起来很棒呢。嗨，哇哦，你看起来真棒，我喜欢你的上衣，就知道这会行得通。这娃娃真无聊，我可以把它变成什么呢？整个垃圾桶都是东西，来看看哦。我想应该可以从这里开始。好渴哦，喝完了。旧的洋芋片罐可以用吗？嘿，你干嘛啊？好吧，算了。你要什么啦？新衣服是吗？啊，那些珍珠。什么啊？你想的和我想的一样吗？该来一个时尚大升级了。先从这个大水瓶开始，还有这个小家伙，轻轻剪一下，可爱的小首饰就出炉了。是不是很可爱啊？肯定是个完美的头饰。给你。你喜欢吗？不客气哦。随便啦。等一下啊。是的，我现在就需要，好吗？好。等一下啊。你这也太快了吧。谢谢，待会见。看看这些闪亮的东西，看起来超奢华的。对好，你还在这。那就给你吧。其实在你身上看起来很可爱耶。而且这头带好配哦，它最可爱了。没有我的娃娃可爱，随便啦。这个娃娃还少了些什么？我也有同感，但我能做什么呢？我想我得买些东西了，来看看哦。哇哦，那真是可爱，送货还真的特快哎。那就索性都买下来吧。看看这所有的一切，看看这些新衣服，根本搞不清楚我有什么东西。这件绝对不行。好在我有这东西，这样就能保持得井井有条了。看看这衣柜有多大，装这样的小东西刚刚好。没什么比一个满满的衣橱更赞的了。我觉得自己好富有，还有位置装你所有的配件，要是有我的尺寸就好了。太好了，我已经感觉好多了。哇哦，好棒的衣橱，要是我有那样的东西就好了。如果是我喜欢被别人嫉妒，赶快开始试穿吧。我没东西给你穿呢。看起来不错啊，女孩。什么东西那么臭啊？不是你。看什么看了？叮叮叮，找到臭源了。你比我更需要这个。谢谢。其实我可以用这个哎。首先把脚趾的部分剪掉，然后在这里稍微剪一下，但不是全部剪哦。接着把鞋带拉下，试穿看看。你能相信这曾经是一只袜子吗？太可爱了，是真的不错啦。但毕竟不是一件舞会礼服，我又闻到什么味道了？哦不，是我吗？我好像也该买一些新袜子了。然后我们可以去商场。Mindy， 你去哪了？他忘记他的娃娃了吗？哦不，他去哪了？快告诉我！让我赶快先救你一命，没用吗？我知道了。好喝。Jasmine 对我的芭比做了什么啊？你的嗜好还真奇怪哎。只是确保一下他没事。想玩吗？我们准备好了。我们看起来真棒，闺蜜。正确无误。
说到娱乐，其实金钱并不重要。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赶快出来吧！哎，有点礼貌好吗？他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就快憋不住了！我的老天鹅，谁把马桶搞成这样啊？你怎么会在里面啊？来把你拉出来吧！真不敢相信我得这么做，超级无敌恶的！你怎么会搞成这副德性啊？我的意思是，认真吗？还以为我今天很倒霉呢，得帮你清理一下才行。希望你不害怕密闭空间，进去吧。不过头可能会有点晕。哇哦，好催眠哦！哇，还好终于洗完了。哇哦，前后大不同哎，你看起来好多了。不过仔细看又好像没有。我们得弄一弄你的头发。别担心，我知道自己在干嘛。该换新造型了，肯定会又有趣又时髦。包布头如何？和你的金发说拜拜吧。嘿，还挺好玩的哎。我也该帮泰迪熊弄一弄的，还真多口香糖，一定要全部拿掉才行。别动哦，你有听过洗发精吗？我才没有。咦，进垃圾桶去吧。不行，还是没用，看来一定要剃光了。或许光头造型很适合你也不一定，看来答案很快就会揭晓了。大家都把长头发讲得太夸张了，当然除了我的以外啦，我从来没有剃过头发呢。不过这光头造型好像不怎么样。我有个更好的主意了，让我在你头上挤一点胶水，你就当做是柔软的润丝好了。够了，接着拿一些酷炫的紫色头发过来，我是从妈妈的假发上剪下来的，把它贴在你的头上，用刷子和胶水固定头发，然后再加上另外一撮，整个头都要贴满才行，不要漏了任何地方哦，那肯定超丢脸的。最后一撮咯。哇哦，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呢，来帮你梳一下，你看起来美呆了。不过我还没有弄完哦，来点亮晶晶的东西吧。这个小工具可以轻松完成这份工作，只要放在你的头发上轻轻一压就好，这样宝石就会贴在头发上了。大家都喜欢闪闪发亮的嘛，瞧，就告诉你会很漂亮的，真该变成我的专业了，超令人惊艳的。哇哦，真的很适合你耶，完美哦。好啊，接下来呢，来弄一弄你的睫毛吧。哎呦，好痛哦，为了朋友我还真是两肋插刀，一切都会值得的，谁不想要有又长又美丽的睫毛呢？再来几根，哇哦，这还差不多。好啊，你好好躺下放轻松，该来弄嘴唇了。我刚好有合适的东西，这个透明的指甲油，虽然我自己不会用，不过涂在你嘴上就另当别论了，好像在嘴唇上加了一层保护膜一样，像这样，然后撒一些亮粉，我选了粉红色，相信它能更凸显你的嘴唇。糟糕，撒太多了，别担心，把多余的吹掉就好。哇哦，我自己好像也该擦点亮晶晶的口红呢，化一样的妆才像闺蜜嘛，让我看看你。还少了什么呢？我知道了，来点刺青好了，不会痛的，至少我是这么觉得啦。小心的把这个图案转移到你的手臂上，然后你就有一个可爱的刺青咯，两只手都要，你看起来超酷的。没错，这还差不多，它让你更独特，更与众不同了。接着来看看你的新衣服吧，还好每种场合我都有合适的衣服。这里肯定有你喜欢的衣服，你自己看看吧，怎么样？你觉得如何？好像不太对，回去衣柜继续找吧。或许你适合穿 T 恤，这件很可爱。好啊，不太一样，不过还是不行。还有什么衣服呢？穿上这个吧，我喜欢。你真的尽力了，不过好像还是少了什么。你需要一双鞋子，光整的打扮不太入流。我的鞋子都太大了。好，小鸭，这里是公众场合哎，希望你有冲水。不过我其实可以用这个哎，别批评我，我们正好需要这个史莱姆嘛，先把它拉开，把你的脚给我，现在让史莱姆包住你的脚，没什么比自制的鞋更赞的了，根本就是独家限量版。接着要加点颜色，这可以是我的商标哦，出来的对比非常好。鞋跟也要涂，哇，他们配什么衣服都很好看呢，真是一个非凡的大改造，我们成功了。哈，有什么不对劲吗？对好，人有三急嘛，把瓶子的上端剪下来，那些空手道课还真没有白费呢。现在要来上色了，用白色最理想，一整圈都要涂，然后瓶颈的地方也要涂，然后等它变干，把它放在这个盖子上，还需要加上马桶座，这一定很舒服。这个部分我会用海绵纸，然后要把水箱给装上，
你的宝座坐好了，来吧，你可以试试看了。别担心，我不会偷看的。嗯。哇哦，还真没想到会这么多。先涂点睫毛膏。嗯，不错，还挺满意的，应该准备的差不多了。等一下，看看你，这样不行了，我们得想想办法才行。嗯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嗯，我们还在等什么呢？需要的东西都在这了，这是个美容百宝箱，好兴奋啊！先瞧个舒服的位置，从眼睫毛开始吧。大家都喜欢又长又浓密的睫毛，虽然它们有点太大了，但我有办法的，剪成一半就好了。接下来的部分需要镊子，有一点点难。哇哦，你看起来真美，我的手还挺巧的，你觉得呢？你自己看看吧，我猜你一定会超惊喜的。我知道，完美极了。别动哦，小心慢慢来，一不小心就全毁了，应该可以的。你觉得如何啊，宝宝？哎呦，你看看你，今天状况不太好哈。我得仔细看看才行。嗯，和我想的一样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解决。先让我拔下几根眉毛。啊哦，好痛哦！不过一切都会值得的，你一定会看起来很美的。来看看你，哇哦，看看你美丽的睫毛，好时尚哦。好啊，酷一点，我觉得有人爱慕你哦。侦测到可爱的娃娃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记得你只要做自己。哎呦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嘿，你看那边。嗨，大改造时间到。哟呵，看这边。你看上面。啊，会停在哪一格呢？该来试试新衣服了。你还真的挺需要的，这简直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。让我想想。有了，可以用胶带啊，这会是一件可爱的衣服呢。别动哦。嗯，哈，他在干嘛啊？可以帮帮忙吗？有点失控了。或许你可以用这个。哦，我就穿那个。嗯哼，真的好黏哦。再试一次吧，把一小段胶带贴在娃娃身上，一直沿着身体往下贴。胶带可以重叠，这样才不会有任何空隙，可以停下来了。这个做腰带刚刚好，然后再加上肩带。哇哦，你看起来超时尚的，我好嫉妒哦！真希望我也有这样的裙子，或许真该来做一件。好哦，换我了，我得找一套今天可以穿的衣服。我需要一点灵感，或许这本杂志会有帮助。不，不好，才不要。等等，这是这件了，你得看看这个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这颜色挺适合你的。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而且刚好手边就有布料，赶快来动手吧。先用布料把你包住，像这样。我还有这种网状的布料，这样整个质感就不一样咯。把它绕在你的腰上，然后绑紧绑好，超简单的啦，这才叫做裙子嘛。你看起来美呆了，那边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又好看又舒服，怎么啦？我想要跟你买那件裙子，你说怎么样？不要，才不卖呢，等下就知道了。那现在呢？嗯，哇哦，一只新手机，还是不卖？非要这样是吗？看看这枚戒指，啊？哇哦，超大的，可以试戴看看吗？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不，不行，这衣服对我的娃娃太重要了。好吧，我们不需要了。你看起来超棒的，大家都已经赞不绝口了。嗯，我们真该找个时间一起吃午餐。转盘又在转了，看来该换新发型了。我们该来试什么发型呢？我还挺喜欢你的头发的。等等，我的肚子在咕咕叫呢，我需要吃点东西。嗯，面条，我的最爱。先把它放在碗里面，倒一点水进去，应该差不多了。可不想弄得一团乱。嗯，真的非常期待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
好腻啊！有需要给我看到吗？来帮你梳个头吧，金色的柔软发丝。感觉不太对，我觉得需要一个新发型。你有事吗？我在吃东西了。让我想想看，有了。头发弄一弄。OK。我觉得，等等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啦，不是我的头发，娃娃的。我的头发已经超美的，好吗？当然。这样感觉如何？你之前没有经验吗？还真的有点奇怪。还真高级。你要怎么弄啊？总之，特别一点的，交给我吧。哇哦！波浪卷这一季很流行啊。不，我可不认为。我会让这一切都值得的。别再说了，我有你需要的东西。这还差不多。大家都需要一点亮晶晶的东西。先把这个小工具夹在头发上，轻轻一夹，美丽的宝石就会出来了，很酷吧？你值得拥有最好的。哇哦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呢！你真该去秀场走一圈。你这是在闹吗？我得赶快做点什么。该做什么呢？我又没有昂贵的钻石。好啊，祝我好运吧。这头发就剪掉吧。你可千万别乱动哦。我可不想发生什么意外。让我看看。不太妙哎。不是超级不妙。要怎么补救呢？等一下，我的面条。没什么是面条不能解决的。把面条铺在娃娃的头上，这个发型还真是不错。怎么回事啊？好像刚从发廊出来一样。而且最棒的是，饿的时候还可以吃一口呢。随便啦，你看我的娃娃，我的娃娃看起来超赞的。你们俩都很赞。哇哦，他实在太吸引人了。又是新的一天，工作赚钱的一天，可以开始营业了。这么早就有客人了。Alice， 你看这些玩具。Hello， 你们有看到我们的新芽娃娃吗？哇哦，你看那娃娃。嘿，换我出场了。看起来有点可怕哎。来，我们走吧。每次都这样，这次也许会好一点。如果有需要帮忙，尽管叫我。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哦。那是什么？你后面有什么东西吗？有点不太对劲。Hello， 你好，要一起玩吗？离我远一点啦！又来了，每次的结果都是这样。我永远别想把它卖出去了。好啊，该回家了。也许明天的运气会好一点。为什么每次都这样？我只是希望有人可以爱我。你好啊，也许我可以帮忙。你是谁啊？我是来帮你的。这就是我们要改造你的地方。我们会把你从可怕的娃娃变成美丽的娃娃。有东西挡住我的路了。你知道那是个窗子吧？门其实在那边，这会比我想象中更有挑战性哦。糟糕，真丢脸。过来这边吧，可以来大改造了。这个还是等一下再清理吧，工作怎么永远也做不完啊。哇哦，看看这些衣服。不要弄乱就好。我觉得你把这个地方弄得很漂亮哎。等等，我要拿个东西。拿什么？这个小箱子可以解决一切问题，我们需要的东西都在这里面哦。哇哦，等一下。你的口红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自己涂的。拍死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喜欢有点挑战。今天肯定是我的幸运日，我一定会变得超美的。你看那个玫瑰香水呢。我的眼睛。还是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好了。好多华丽的衣服哦。这顶帽子我喜欢，这双鞋子我要了。哇或许我还是穿平底鞋就好。化妆箱，我真的不想再等了。看看这个颜色，糟糕，手滑了。那试试看这个吧。闻起来好香哦，很臭。是我弄的吗？真是不好意思。这边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还以为我可以先开始吗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先开始？ What？冷静点，只是化妆品而已。我宝贝又贵桑桑的化妆品，
我们刚刚进行到哪？对，我们刚刚本来要帮你卸妆的，这个我可以哦。那我就来清理我的化妆刷吧，都是我自己不好，做个烂好人，好心帮别人，结果搞成这样。别再碰其他东西了好吗？抱歉，就忍不住嘛。我可怜的化妆品，是眼影，我真爱这个颜色。可是要怎么涂呢？我知道了，用卫生纸来沾好了，然后涂在我的眼皮上，要小心慢慢来。你在干嘛？看起来很棒哦。不过我们得好好处理一下你的嘴唇。对啊，看起来超丑的。没问题的，我有东西可以解决。我有这个唇彩。或许这个亮粉也可以用。我在想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一个超棒的主意了。哇哦，你真是个天才哎！应该差不多了，我自己调配的独特唇影，这肯定能好好凸显你的嘴唇，来看看效果吧。哦耶，太完美了！我答应自己不会情绪化的，但还真是忍不住呢。感觉好极了，比我的口红好多了，太谢谢你了。不过你还是搞坏了我的东西，算了。我好累啊，我想我该去睡觉了。不，等等，你一定要看这电影的结局。我们可以吃点东西吗？我好饿哦。好啊，等一下，我可不想错过了什么。你留在这，厨房里有一些零食啊，棒棒糖，这应该可以。才不要呢。我尽力了，来看看还有什么吧。那汽水如何？大家都喜欢汽水吗？拿去吧。不，我才不要呢。哇哦，真是难搞，我去拿别的吧。等一下哦。我还以为有别的零食呢，跑哪儿去了？这样不行，我得去里面看看。别去太久哦，我的眼皮好像撑不了多久了。这张沙发真是舒服。我错过了什么吗？哇，这电影真是精彩，你有看到吗？不，不要进去啊，那是一间鬼屋哎，他为什么要那样啊？等等，果酱里面好像有东西。这是什么啊？是头发吗？超级无敌恶的啦。哦不，这下不好了，我做了什么好事啊？抱歉，我不小心睡着了。晚安 Gina。 什么味道啊？我动作得快，我总是随身带的卫生纸。怎么没用啊？讨厌，弄不下来了。等一下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来，在头发上涂上更多果酱好了，我觉得它换个发色会很不错。你的头发会从金色变成粉红色或草莓色，不管是什么颜色一定很好看的，希望有用哦，闻起来有够香的。现在要把多余的果酱擦掉。哇，看起来好多了。不过我还没完工哦，来做个造型吧。该怎么弄呢？我来想一下。我知道了，把这条毛巾放在你头上，然后用头发缠绕着毛巾，记得要拉紧拉好，另外一边也一样。你继续睡吧，你一定会喜欢这个惊喜的，我希望啦。现在要稍后片刻，应该可以了。把毛巾给拿掉，就有一头美丽的卷发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我睡得真好。真高兴你这么说，我有个惊喜给你哦，你自己看。不会吧，那是我吗？美呆了，怎么弄的？这是个秘密了。好吧。真不敢相信，那就是我。嘿，闺蜜，我都忘了这个了，是给你的。我最爱惊喜了。是空的。我开玩笑的啦，这才是给你的。这不是我的风格啊。别这么着急，试试看嘛。有点松垮垮的。不，这样肯定不行。不，别剪啊，非得剪才行。怎么样，遮羞一下吧。我就奇怪怎么那么通风，给我一秒钟啊。这还差不多，简直弄得我心里创伤。用这个安全别针好了，这样才不会有任何意外曝光。把它穿过裙子，然后别在上衣上，好多了。我还有很多个，一整圈都要别哦。
记得手要稳一点。全都别好了。哇哦，真是别致哎！我真该去走伸展台了。我就是想要这个。等等，好像还少了什么？让我想想。有了，我们需要这个。你抓着这一头，要把它拉长。啊？为什么？不错哦，你看起来很棒哎，我们做的真好。不过还少了一样东西，拿去吧。我超爱的，真是完美的装扮哎，我该如何谢谢你才好？今天真是最棒的一天了，感觉好极了。等等，你看你的指甲，我们怎么会给忘了呢？什么？他们没事啊？不行，一定要全套装扮才行。你打算做什么？我刚好有个东西可以用，把这个装上去，你就会有美丽的指甲了。把你的手指放这边，这是个陷阱吗？太棒了！哇哦，我的指甲上有独角兽哎，好漂亮哦！其他的手指也要，还好有这台机器。现在改造完毕了，快进去美美的站着吧。我会想你的。我要那个娃娃，是我先看到的。哇哦，很多人要我哎，我得习惯一下才行。这都要归功于你呢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。有时候一个人只需要换个造型，心情就会变得很好。即使是洋娃娃也一样。你最厉害的改造秘诀是什么？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们。记得与朋友分享影片，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看更多类似的精彩影片哦。